下星期一就是端午节，六合彩端午金多宝搞珠将会在星期日举行。如果以10蚊一注独中，头奖高达5000万，奖券将会在星期二夜晚开售。根据马会的统计，近12次的端午金多宝入面，有2个 number 特别旺，分别是30号被搞出5次，以及10号被搞出4次。而根据纪录，过往中奖的幸运彩票较多都是以电脑飞的方法投注。另外，为了预留更多时间给市民买彩票，今个星期四将不会举行搞珠。如果有兴趣想试下运气的市民，记得不要错过了。